不断地在提升，我想这一次参展的作品不是非常的多，但是面向很多。不管是在地化、台湾化还是国际化，我们希望大家彼此互相的激荡，各种不同的思维跟文明跟文化冲击之后，撞击出新的火花出来。这个需要大家共同积极的创作。 这次啊，有这个花莲啊，有非常多的艺术文化的人才呢，不需要每次展呢都要到台北，都要到大都市去，而且有这么好的文化创意园区，这次能够在这边展出呢，我相信一定是个很大的震撼。当然，我们更希望这个是永续的。今天这个只是一个星火相传，一个点燃而已，希望能够永续的经营下去。 今天这样子逛了一圈，我觉得，看到很多很特殊的作品，然后觉得很新奇。那我还蛮喜欢皮雕这一类的，因为这个部分我觉得它颜色很鲜艳，对，蛮喜欢的。然后希望政府单位可以多举办像这样子的工艺师的文创的一些展览，让我们再更深入了解说我们花莲在地工艺师有哪一些，然后有什么样子的作品。